我们把卓院长的脸书直接截出来，他说总有一种方法可以行得通吧，同事聚餐，大家决定带1000元点4道菜，那进了餐厅点餐之后，这个餐厅老板说餐厅决定要求加点第5道菜才要上菜，结果双方现在僵住了，我们坚持这次就点4道菜嘛，第5道菜下次再来点，那餐厅又坚持说一定要加第5道菜，要我们来更改点餐的内容，双方继续僵住。好，下面是重点了。我们建议，只要餐厅同意，以后不会再如此要求加点，只此一次，下不为例。这次我们也可以设法加点费用，解开僵局。如果还没有办法取得协议的话，我们主张请消保官来仲裁。餐厅说我们是恐吓。当然啦，餐厅也可以决议把我赶出去，然后点点点点点。一切重新再来。这一篇奇葩文里面实在有太多值得好好来讨论的重点了，但我还是先把他今天卓荣泰他的最新说法，他就说呢，恶例是不可开的，要有好的开始，大家要先各退一步。来，先请教亮哥，针对这个点餐文、点菜文卡关，那里面又把自己当作消费者的姿态，真的再不行，我要请消保官来喽。你看完作何感想？第一个就是没有妥协空间啊，对，哦，就是你们要么就把我换掉，嗯，啊，不然就这个就不用谈的意思嘛，怎么谈？就是他不会重编预算嘛，不会重编预算啊。那另外一个政治上的，我觉得他的判断啦，这可能也不是他的判断，可能是赖清德，应该不是他的，就说你来倒戈啊，对，那我就发动解散国会，对。那大家重来嘛，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赖清德至今还是把国会没有过半当作是最核心的议题啦。那他本来想要用大罢免嘛，就是本来想说谢国梁那一役如果成功的话，就顺势2月1号之后来搞大罢免。嗯，那天下大乱，摇一摇，摇一摇，那至少改变国会的那个席次的对比嘛，因为现在是62比51嘛，对不对？嗯，哦，所以我觉得赖清德就是，这就是很可悲了，也很可怕了。哇，就你已经上任5个月了，你念之在之啊，绕来绕去总是想到这一点。嗯，就是可惜我立法院没过半，所以不能够这个。如臂使指，我想干嘛就可以干嘛，耿耿于怀啦，就说这个人已经上任5个月啊，那也惹出2次惊天动地的军演啊，然后搞到宪法法庭的国会改革25号就出来了嘛，对不对？对，礼拜五。就到现在，内部也紧绷，外部也紧绷。嗯，哦，你这个总统当了5个月啊，内外都紧绷，那到现在还没有，根本没有反省的余地耶。比如说我们没有看到，他就说好了好了，那来跟朱立伦拜会一下，这是一个台阶啦，总该拜会啦。啊，我说这是一个 timing， 可以让他好好，终于可以选到机会，不管是跟韩国瑜见个面，跟朱立伦见个面。是啊，不，这个是一种选择嘛。是啊，这是顺势，就是朝野和解嘛。对。啊，他不要。嗯。他要对决嘛？啊，对决就是，啊，不然你就冲着我来提不信任案嘛。然后你如果通过了，那，啊，我就顺势来解散国会嘛。嗯。就是这样嘛，他就硬要搞这个了。那我觉得以目前的情况，我也很难想象国民党立委会立刻愿意再改选啊，不太可能。嗯，啊，可是目前民进党也没有这样的能量来搞大罢免，我认为很难。哦，谢国梁这一役，我认为让民进党真的是痛定思痛，所以你看连林佑昌都改口了，嗯，说这个是不正常啦，他不想这样搞嘛。所以啊，这个这样就变成僵局啊。嗯，就是你硬不要重提预算，然后
罢免看起来，因为罢免一搞也要搞到下半年去了，对不对？明年下半年也来不及。嗯，就是你找不出立刻可以解决危机的方案，这个政府真是可怕，而且宁可放着烂啊，反正大家再来比啊，看谁来耗嘛，气长嘛，那我觉得坦白说了，因为这个案子目前哦，双方都已经把它上纲到是宪法的对决啊，这样就没有解了，因为这个已经变成是行政院行政权立法权之争，就说我一个法律案，你为什么可以不遵守？这个时候已经不是你代表国民党与否了，是你代表立法权啊，你是立委，你知道吧？你作为一个立委，那蓝白在这里我就完全一致了，这已经不是什么政党利益可以协商了，变成是这个法律案，你怎么可以不尊重立法权？所以白银这次就直接对仗他，就讲说依法上菜嘛。是啊，对，就是这样嘛。那行政院也一样，他也认为说啊，你这样就是侵害我的行政权，所以我跟你讲，一边认为你是侵犯我的司法权啊、立法权，一边认为你侵犯我的行政权，这就没解了啦，就卡住了、那卡住了，那我觉得国民党现在反正预算没得动嘛，人事同意权他无限搁置嘛，对，那就去修法嘛，至少还有立法工作可做啊，所以我们那个。我们翁小林的菜可以上啦、对不对？他今天上菜了吗？对啊，然后财政收支划分法来上菜啊，都是你民进党受不了的。因为我跟你讲啊，这个立法院如果在野党不坚持，那我跟你讲，你通过了财政收支划分，你怎么知道行政院会不会接受？你通过了财政收支的划分哦，这个更实际哦。那个原住民那个补偿只差十几亿而已，现在啊。那原案是21亿嘛，对不对？财政收支划分是牵涉到中央统筹款，要从5000多亿删到3000多亿。哇！那如果卓荣泰不照办，你怎么办？你这大胆呢？3变64。是吗？我跟你讲，如果这个案子他可以不照办，财政收支划分他绝对不会照办。对。所以这个为什么国民党会没有退路就是这样，因为国民党跟民众党事实上这个会期。主要的法案就是财政收支划分法，事实上原住民补偿这个是小菜啊，他连小菜都不接受，大菜怎么可能接受呢？那以此类推啦，那立法院通过了只要牵涉到行政院预算分配的任何法案他都可以不接受，那还得了啊？那还叫民主国家吗？我认为这个啊，国民党不排除开国际记者会了，有用吗？来，不是至少羞辱他的所谓的民主嘛？这个我跟你讲啊，这个我一些老外的朋友，他们也觉得不可思议啊，怎么会吵这种这么小的事啊？我跟你讲，你去讲给美国人听啊，讲给日本人听啊，还有欧盟的朋友听啊，蔡英文现在还在欧洲嘞，对不对？你听得下去吗？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要就是因为国民党哦，坦白说这个。对海国外的宣传不够力了，这个当然是因为海外那些英文媒体他们只 care 反中嘛，那我觉得国民党要来突破这个民进党创造的大外宣的迷思了，就说民进党根本就不是一个民主政党啊，他正在破坏民主，正在削弱，在侵犯立法权，我跟你讲，这个全世界都听得下，因为。跟台湾交往的大部分都是国会，对，因为我们行政部门接触不到，对，那国会跟我们接触的都是国会，你拿这个去给欧洲议会的议员听听看，美国众议院的议员听听看，日本国会的议员听听看，看你听得下去听不下去。我觉得国民党要开始有这个，反正你也会出口转内销啊，那国民党现在也要懂得出口转内销了。因为民进党最怕的就是这个了，他只怕这个美国、日本跟欧洲了，他根本就不怕你了。所以我那天就看到我有一个网友就给我一个留言啊，他说他赖清德现在都说啊，内部团结啊，那个对外要团结啊，对内要民主啊，那实际上呢，
实际上是对内他在践踏你嘛，啊，对外只有他能说话，实际上就是这样嘛，啊，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一定要想办法破这个民进党的宣传的那个基调了，啊，那这反正现在预算没有办法审，那你就赶快去弄法案，因为你现在蓝白正在气头上啊，什么法案都会过。我说实在，这个气头刚好，因为你就是不让人家审财政收支划分嘛，因为你不会遵守嘛，啊，那我们就让其他法案都过，那个不一定涉及这个预算啊，太多了。翁小林那个案子就没有涉及预算啊。那选办法呢？当然要修啊，选办法是一定要修的啦。事实上，国民党的提案也合理啦，他只是增加那个程序的严整性。那白银会在同一页上面吗？在选办法的这一关，我认为如果只是要求程序，他们会同意了。白银只是反对降低投票比重啊，可是程序的严谨，比如说要身份证等等等啊，避免假造，这个白银不会反对了。我从小到大事实上都在进行防晒大作战，所以身为防晒达人的我特别推荐大家这一支，这是中天新推出的 KS 抗光清爽膏防晒凝露，它里面的成分非常的厉害哦，有炸藻植萃，这有蓝光神盾的美称，也就是擦上它呢可以防御环境里面3C 产品对肌肤的危害，那同时还有含黄金海藻这样的成分呢，能够抵抗肌肤抗老化，那最重要的是它不含香料，所以呢它擦起来清爽不负担，全家老少都非常的适用，孕妇也可以擦，所以在这边我诚挚的推荐给您。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防晒乳我选 K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膏防晒凝露，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藻植萃，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 商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擦起来清爽不黏腻。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你呢？呵护您，呵护全家人，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